这边，知道这个笑话的就不要讲了。他的饭粒被掉到这边，然后呢，他每次要这样子来，这样子吃，因为他是一个白痴嘛。那有一天呢，他的饭粒掉到另外一边怎么办？想想回答的话举手。有一天他的饭粒掉到另外一边怎么办？另外一只手。哦，没关系。有一天他饭粒掉到这边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把它翻回来。你们好冷哦，你们好冷哦。给你冷静的大家。好，我说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你要做。对，有一个，有一天，这是另外一个笑话。有一天，一个很黑的人，然后他跑去一个魔镜前面，他说：“魔镜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黑的人？哎，你问我。”魔镜。请问谁是这世界上最黑的人？然后你问谁？魔镜怎么回答？你的。OK， 你在问。魔镜，请问谁是这世界上最黑的人？谁在讲话？看不到。哎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笑话是最冷的，把你们笑都开心。好笑。OK。等一下，我要讲一点东西一下、啊，因为我看到大家很专心的，就是在看我们嘛。那你们不要忘记哦，你们的手上还有那个老鼠的口罐的哦，你们可以到这边也是换东西吃的。Enjoy 今天的